这次我从犹他州来到南达科他州，要去参观二地国家公园。这里距离盐湖城大概有10小时的车程。二地国家公园是由石灰岩组成的，然后经过风啊雨水的侵蚀，形成高高低低的峡谷的景观，然后也是美国濒临绝种的黑足鼬的栖息地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们前一个晚上呢，住在南达科他州的 Rapid City， 然后从那里开来，车程只有1小时左右。那现在已经在北边园区的一个游客中心，那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二地的景观。二地国家公园的步道呢，几乎都集中在游客服务中心附近。然后因为这几天天气也不好，一直下雨，所以大部分的步道都非常的泥泞。那今天我们大概会走几个比较短的、比较小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一个景点，叫做 Cliff Shelf。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，那这个景点呢，一共有3个 trail， 一个叫 window trail， 一个叫 door trail， 一个叫做 notch trail。那 notch 那个呢，听说现在都是烂泥巴，所以我们会先走简单的2个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时间走 notch。那现在我们在 window trail 上面。这个就是 Window Trail 的底部，那你可以看到一大片的二地的景观了。现在来到第二条步道，叫做 Door Trail。这个就是 Door Trail 的底部啦，是一大片的二地地形。那 Ranger 也说过，
他们不会限制人一定要待在步道上，只要后面这一群你只要可以走的地方，你都可以自己去探索。这是路边的一个停车点，可以看到二地的峡谷地形。现在来到第三个景点，叫做 Fossil Exhibit Trail，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形步道，那有展览以前在这里发现的化石。这里非常的小，其实就是这样小小的一圈，然后看到很多化石的标本，很像户外的博物馆。那由于这边几个步道呢，因为前几天都下雨，非常的泥泞，所以我们比较有趣的，像比如说可以爬到二地上面的步道，我们就没有去走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连续看几个观景点，然后就结束今天的行程。那我们第一个来到的是叫做 Panorama Viewpoint。来到倒数第二个景点，来看到 Yellow Mount Overlook， 是要看不同颜色的二地，像这个是黄色与红色的。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景点，叫做 Pinnacle Overlook。那二地国家公园呢，本身不大，在游客服务中心附近就有一些步道可以走，那大部分都非常的好走，有一些比较有趣呢，可以走在二地里面。但是今天非常泥泞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去了。那之后再往西开呢，车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开在二地的正上方，然后往南看呢，就会像这样子后方可以开到整个二地的地形。那整个国家公园呢，我觉得一天大概就可以走完了。然后大部分的景观都像后面这个样子，就是看各种不同形状的二地。那景色稍微偏单调一点，但是也是非常推荐，非常的壮观。那我们的二地国家公园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。